跟大陆经商的人或许短暂得到利益，长期来讲绝对受到控制的，所以我们不认为那个 ACWA 签完之后对整个台湾这次起飞，台湾把整个经济放在大陆这个篮子里面的话，台湾非死不可。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所有台湾的经纪人都要有一个认识，以目前来讲台湾的经济受控于 中共、太大太大太多，这种情况来讲对台湾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整个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不是光靠大陆，整个台湾经济发展是全世界，就像新加坡一样，它也不是靠大陆啊，香港也不是光靠大陆。这种情况来讲，是台湾要一个现象，一个人民要认识，以世界为出发点，不是以大陆为中心。这一点，我相信很多商人心里有数，只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。